要再跟着我了，这是莱妈给我的礼物。我看一下嘛，我看看你的和奶妈送我的有没有区别。你这么一直跟着我，我们就一直在这里绕圈圈，你也抢不到。我不是要跟你抢，我就是想看一眼，你不要躲了嘛。哪个信你说的话哦，我们都住一起那么久了，你还不相信我恩恩的为兄吗？不给，走开。唉，又失败了。奶妈说六一儿童节快到了，要请我们看电影，喊我们在这坐好，但是我准备的足足的要吃完了，电影咋还没开始哦。你不要着急，我们才坐下两分钟你就开始着急了。你等一下，莱妈肯定还要给我们啥子惊喜。才两分钟，我感觉都过了好久了，今天晚上看啥子电影呢？你干啥子哦？你看你看，你又开始着急了，我是在帮你分担零食，你咋就不理解我的用心呢？走开哈，不要找这些理由抢猪猪。你看下面咋个电影没得，人还越来越多。糟了，是不是莱妈又骗我们出来营业了？妈妈，你不要刷了，等会刷烂了。这是莱妈给我的儿童节礼物。你的就是妈妈的，奶妈送给你的，那也就等于送给我的哈。妈妈，你这是歪理，你都这么大了还跟一个小团子抢耍嘞，这是儿童节不是母亲节。妈妈心里也住着一个小团子啊，我给你讲妈妈小时候。你不要讲了妈妈，我从小就听你讲小时候的事。唉，爸爸长大了不喜欢听妈妈讲故事喽。奶妈给我准备了一个扫帚当礼物。扫帚？哦，是不是哈利波特里面那个光轮而且？那我不是就要飞起来啦？好开心，但我好像拿翻了，等我转个方向。莱妈，你来啦，你这个礼物我很喜欢。哎，为啥子要拿走啊？这个难道不是你送我的礼物吗？你把礼物给小团子留下嘛。谢谢奶妈送我的儿童节礼物。奶妈，你是来视察我工作的吧？我跟你说嘛，从我五一第一天营业到现在已经过了一个月了，你放心，我业务水平还是很高的。伸手手是啥子意思呢？哦，是要把手手举起来吗？这是什么新的打招呼方式吗？碰了下手手，然后呢？咋就夸我还摸鼻鼻哦？我说我说，拜拜奶妈。奶妈这一套动作是啥子意思哦？